小姐，你的鞋，小姐。 真以为自己是灰姑娘啊？这就是楚总的公子吧？看起来比电视上还英俊，果真是一表人才啊！哎呦，过奖过奖了，楚阳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艾氏职业的艾总，艾伯父你好，我女儿看起来和你差不多大，不过留学多年，最近刚回国不久，正好。 让他们小年轻啊认识认识，他们在一块儿肯定有话聊。<笑>哎呀，这丫头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我接个电话啊。艾总，小姐不见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女儿啊有点不舒服，先回家了。哦。 没事儿，下次让他们再见面，一样。<笑>艾伯父，艾小姐是不是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礼服？没错。我刚跟她见过，她还挺有趣的。<笑>好，你们要记得多约出去玩，就当交个新朋友，对吧，舒总？啊，对对对对。<笑>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，来，艾总，敬你一杯。 来，楚爷，好。